欢迎大家进入真人游戏。现在需要你们去解锁空投，每次解空投都会有各种条件，祝你们好运。什么情况呀？现在解锁个空投这么费劲吗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我去解空投了，别拦着我。小宝啊，你解锁空投了吗？没有啊，气死我了，我这连手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呢？我解锁半天，喝那么多苦果糖，结果就解锁了一个平底锅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哎，你看呀，信号枪。你俩要想解锁这个信号枪，必须要打针，谁打得多，这个信号枪就是谁的。啊，我最怕打针了。哎，有了，嘿，等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来吧，打吧，随便打，使劲打，我不怕。哎呦我去！一百真弹打完了，这信号枪已经解锁了。召唤昆头，哦，哇 ，QBZ 呀、啊！哦，这针打直了。你怎么没反应啊？因为啊，我有假屁股啊。点击下方天才钱小宝，关注一下呗。